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哎呀，你们又打起来了！我操！我上厕所。谁叫闪啊？为什么不叫闪啊？我尿啊！我尿都不准屙了，没机会屙了。妈选好英雄我就去屙了，屙很快的。我妈本来我……我是斯奇玛的女皇，为何要止步于此呢？今天会玩原神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开那个圣遗物，我们把那个圣遗物刷一下。我击溃了所有对手，其他人也都将溃败。我今天开一个50分的极品，好吧。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就是万岁杀头，就很手很痒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手。我推线的，我就只步兵啊，我打不过皎月的，这版本打不过皎月。你之前 AD 伤害削了一波之后就打不过皎月了，前期就没有任何机会打得过皎月，你只有出了纳什才能打得过皎月，这盘得先出纳什，加个速，不然的话会被 Q 他的 US E 上来打你一套。他不会魔法，这是上一把的那个建模吗？不是。我这波说实话有点扛不住，要回家了。我说实话，你打吗？真要打吗？打不了吧？我帮不了你，我现在。皎月去了，这波让我舒服一点吗？我吃个线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去不了，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为了这顶皇冠，我早已双手沾血。干嘛？你该知道。干嘛？为什么要追这个人马？他们是主动低头还是发育啊？都无所谓，只要是我们这个几个阵容都是要发育的。剑圣拿了一个终结够了，剑圣拿一个终结很顺的。在干嘛呀？
完了，这下路炸了呀！啊，对面 ADC 死了还好。不然我跟你说，这不然的话，这个 ADC 心态会崩。不要打架了，好不好？我推线推不过他，你们要打。我绕一圈，我要找那个露露。三二一，走。谁帮他？没有，他走到上面，走上面不用管。没什么问题啊，他三个头，我追了一个，我追了一个，没事没事，好赢的。生命苦短 ，no， 别。你刷嘛，刷一会儿嘛，刷一会儿嘛，哥们儿。小月动了，我去不了，我只能走上半野区。杀伐不是出于私人恩怨。下半野区，哦，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是上半。就走上面，走不能走下河道下面。我出装备，他出装备的吧？他没出装备，他也没出，我也没出。但我这波得等他在这里漏了，我才能过去，不然我过不去。他去不了的，这边线是我的线。我的统治坚如磐石。我挂上点燃，我都不用交闪现的，我直接硬吃这个点，硬吃这个大招就可以。别跟他换了，我没想跟他换，我想躲这个大招。上面那个距离是最小距离，没闪出去，没挂上点燃。真蠢了，我的，哎，我四层戒指呀，难受。喂，你好。好。权力本身就是武器，而我正好喜欢过整不起。抓不了吧？哎，我这个两层戒指不该送啊，我该跟他换了的。该跟他换了，换了就有了，换肯定是有的。挂点燃，我不想交闪现的话，我直接交一个点燃他就死了。拿个终结，300块、600块，我300换600，我们这边是劣势。哎，我出纳什呀，啊，没事，营业吧，一样的。我不想跟他换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是想闪现出去，闪现出他那个大招。一次又不行，这不行那不行，太离谱了，兄弟们，你们，人马可能在，算了。我是斯琪玛的女皇，为何要止步于此呢？斯琪玛的荣耀。没闪，没闪呢，可以抓一下，还没闪，你有闪现。新风会等着我的。无论是权柄还是利刃，哎，没溢出来。
快来啊，快来啊，他没闪现的呀。剑圣在干嘛呢？剑圣，换了就行，还行啊，换了。来让剑圣来收割这个人头的。哦，你们技能叫的好随意啊！拉回来，拉！剑圣卡后面的，剑圣怎么？还没闪现的，可以跟他打。还好，拿了终结就好。骗一个 Q， 剑魔能杀吧，可能直播线推进去来了。剑魔这边没视野的吧？这边哎我操，完输了。啊，九十九，嗯，不多。来，我这波又可以，看能不能耗一波啊！哦 ，sorry， 哎，快快快，小兵，别打小兵！哎呀，你怎么打小兵啊？我漏了炮车啊，我操，他打小兵他直接撞啊。快打小龙，打小龙就好，我去抓，我去抓剑魔，剑魔，剑魔。你好，怎么说？算了，别上去了，上去没有意义了。外交没那么重要，更高级。哎，哦，你的兄弟来了，哦，吓你一下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还可以吧，没什么问题吧，兄弟们。对不起，你哦，你没大招，我还跟你对不起呢，再来打我！拜拜。哇，全款，兄弟们，全款，全款。那是真有钱，再推对棒啊，这盘这边也可以直接金身啊，可以推对棒，可以金身，看你自己选择，看你的打法，你打得激进一点，打得猛一点，你不怕死，那你就出推对棒，哎，反正我金身，哎，我出金身，我800块，我不想死，我不差那点伤害，我伤害很高啊，现在我就本来很顺了，我出推对棒干嘛？生命苦短，本来就很顺了，我的生命却将远远流长。我十二级呢，我15分钟十二级，我这个装备两件套，我15分钟两件套。
我这剑圣好会控资源啊，他资源全控了。能子顶得住呀，六百打了266，那只能算多少伤害啊？算9点法伤的伤害，一半吧，266，一半，将近打了他一半。 就多了266，然后就130，就让我多了130，推推棒也差不多130啊，装备差不多。打个红啊，红我吃，我吃红厉害。哎 ，Q 着了。但如果说他推推棒他打一个人的话，那肯定不算。我就觉得打几个人收割的那种的话，那影业就可能比推推棒厉害一点。打一个人的话，推推棒跟影业差不多的，只影业比那个推推棒便宜一点。 都差不多，可以整个杀人出了，好久没出杀人出了，这盘能出，这盘他们没有硬控啊。来，皎月。啊！我操，多少啊？这个，刚600多啊？刚是600多吧？ 这是打了多少呀？我没算，没看，没算也没看。我的 L0什么玩意儿？原子往那边跑，动不死他。拿普攻打的，拿这个纳什打的。 红 buff 可以回血的呀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对吧，走吧。刚刚打了多少伤害？我再看一下啊，这会儿我们回放看一下这波杀皎月啊，大概16分钟左右，16分钟杀皎月打了多少伤害？看一下，打这个剑魔只打了200多，因为我一直在 A， 我没有用技能打。 打皎月是 W A E A W 出去 A E A， 然后减被动 Q 直接 R 好像是，我忘记了我的连招，我也忘了，刚刚打的就忘了，哎，有点健忘，说实话，我的脑子有点。说实话，我脑子有点就不够用了。 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就好了，看一下回放。应该打了，我应该打了多了，如果算伤害多了的话，那只能多200多吧，200多也很多了，好吧？3000块的装备能多这么多，挺不错的。我 Q 你一下，这打多少？也就多了，这都多了300多。 也还好吧，也就那样了，感觉很强度呢，强度也没有多强度吧，我不记得了，刚才忘了，连招我都忘了，应该是 W A E A R Q， 对，哎，放倒了，哎呀 ，shit。 那这样出的话，那肯定是推推棒的伤害比这个伤害高了呀。推推棒就21点的法穿了，直接20点，这个才20点。这样出的推推棒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，15级呢。就是一个人打那么快。
好，这波也看一下，我没看，我也没看伤害，这波也没看伤害，这波打了一群人啊，这波在20分钟的时候打了一群人，也待会儿也看一下，兄弟们，待会儿也看一下，我也没看，这就一样的，肯定推对棒伤害更高了。现在，如果是在就装备越后面，推对棒装备伤害越高，知道吧？越到后面装备推对棒伤害越高。红可以给我吧，扣个字吧，还是礼貌一点啊，不扣字直接吃很不礼貌。这个就正常穿透，推推棒也能打得到的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没有伤害的时候就帮队友扛一下这个被动，有伤害的时候就往后退一点，等到被动消失再去打。伤害3倍，大龙在攻击你的时候，你的伤害会减，你打他的伤害减半的，有个图标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们可以瞄嘛，对纳什男爵造成的伤害减半50%，刚刚有旁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减半的一个图标。啊，这穿透够高了呀，这个直接多了26点。218，我来爽一下，让我爽，兄弟，让我爽一下，别跑，都别跑。哎呀，老了吗？菜了吗？怎么这么菜啊？怎么过墙都过不了了？你现在采集，你现在是真的菜啊！采集，你现在啊，你采集，你现在是真的菜。没有啊，我一般打出这样的操作，他们都会来说两句啊。没打。哎呦，我操！拉空了，完了气！啊，腿麻了！快火龙！哇，腿麻了！我真菜啊，我菜逼，你看我这个伤害上来了之后，这个伤害就变低了，你看到没？这推推棒推的358，我这些基础伤害上来了之后，他那个面板伤害就会变低，就不高了。营业啊，都请不到，直接法穿棒就好了。推塔，顾川31加20，51加这个7点，58加40%，可以的，兄弟们，没点击的朋友点下订阅啊，谢谢兄弟们。早上9点直播啊，9点准时，超级准时，超级无敌准时，我都没迟到过这一个月，这个月我真没迟到过，上个月好像没迟到过，上个月迟到过吗？反正我这个月没迟到过。昨天我不请假了吗？我这连天连播5天，我请假了。我那个是上活动啊，没办法。